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那个控制器它那么敏感，我就轻轻的碰了一下。轻轻碰一下，轻轻碰一下能有这个效果啊？真的只是轻轻碰了一下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行了，你都已经道歉过很多次了。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嘛？徐晓东，你被开除。走吧。站住！站住！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这个徐晓东还挺会关心人的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 man。还这时候想什么呢？这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损坏包间高尔夫系统，得罪了我两个大客户，让你赔十年的工资都不为过。哎，你这就是耍流氓啦！手机拿来报警。你还要报警啊？我没报警呢，你。哎，会有人来处理的，现在可以走了吗？走。黑卡，这么有钱了还跑我这儿来兼职啊？从对方手机得到的数据对比不符，此人与十年前小猪科技侵权无直接关联。难道不是他们？不好意思啊，艾海，你工作都丢了。没关系，我早就料到你会这样，不过我已经记下了，等你把身份找到以后再一起陪着我就好了。真是眼瞎了，亏我觉得你挺帅的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哎呀，我说我知道会陪给你的。这就对了。哎，你现在该带我去找线索了吧？不行啊。这个兼职没了，还要去下一个兼职工作。What？ 挣钱养自己，还要养你啊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爱奇艺。